民主有什么要求呢？第一，要这个政权要接受人民监督。嗯哼，政权不是枪杆子产生的，是人民用选票产生的。那么人民用选票产生呢？人民这个当初要有一个，社会里头有不同的政党，不同的政党并不是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而是靠一张嘴巴说道理，啊，然后这4年5年或者7年一次大选，啊，不同的政党的候选人，啊，他什么主张啊，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，摆在这个选民面前说清楚。那么首先这个很需要那种辩论的精神。现在我发觉现在即使是比起这个30年前80年代，中国这个社会这个辩论的精神越来越少，而且越来越狭隘。因为呢，你说什么呢？依据不同的意见，马上有另一方呢就给你戴帽子，然后给你标签啊，他没有兴趣从这个逻辑、理性、事实、证据这4大因素啊，对事不对人，然后把一个问题说清楚。我现在发觉，最近这几年跟中国人，如果你跟他一起谈，提到一些不同的观点，他马上勃然大怒，马上呢就是说你这个是什么这个那个，带标签啊啊，这种有这种的性格，我认为不适宜民主，这个我很同意。你不如呢就求爷爷叫奶奶啊，永远的急道下去，希望出一个开明的或者是非常厉害的皇帝。